来自北京。我之所以来参加这次 COY 的大会，是因为之前在一个 NGO 组织是Oxfam Hong Kong 工作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现在还在继续。它是主要我的项目组是关于气候变化和贫困的一个项目，然后我希望气候变化能够多关注一些比较脆弱的群体，比如说像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他们处在贫困的农村，他们的农业生产非常依赖于自然环境，所以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会非常的大，然后希望政府或者是世界上更多的人去关注这样一个群体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。